是上个世纪哪一个年代就从台湾大学物理系毕业，然后就到美国加州大学念地球科学拿博士，完了以后就到美国应该叫宇航局吧，NASA 去工作，工作了很多年，有超过20年，然后就回到台湾，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工作。因为我在美国这个研究地球物理，然后算是半辈子了，中间当然学习到不少这个知识啊，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在人类在科学进步的过程当中，对我们这个就是说自然环境啊，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多了解。那我自己本身又特别对历史上的事事物物嘛，都一直都很有兴趣，那很自然就会想说，哎，这些两方面其实有很多可以互相共通之处，哎，摆在一起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火花出现，这个就是我最开始的这个发想。我们已经累积到了现代科学的各方面，天文啊、地球啊、行星啊这些知识，能不能够套用到回头看看我们这个过去历史上发生的这些，就当作传说，可是一直都没有人真的去尝试去问说这到底是什么，就这样进入到福尔摩斯用科学探这个历史遗团的这样一个兴趣。后羿射日这个等于说故事可以当作一个例子，因为中间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一些学习的教训吧。我从小就觉得说这个故事真的很无聊啊，怎么谁编出这个，没有什么道理，无厘头的一个编剧，然后也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拿着给小孩子讲有什么意思，真的很无聊的一个故事，这是小时候的想法。那当然现在回头再去看这个时候呢，发现不但不是这样，这中间掺有太多玄机在里面。那这些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古书上零零碎碎，这里出现一点，那里几句话，这样拼凑起来，就是说在尧的时候，这当然是4000多年前了，所以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文字，还是人类还是属于原始生活状态。有一次天上出现了9+1个太阳，多出9个太阳来，原来那个被形容成是熊太阳，9个雌太阳。这个英雄人物后羿就出场啊，就用弓箭把9个太阳一个一个射下来啊，就这样解救了大家啊。这个文字里面啊，其实大家一过去，我觉得都没有特别注意到两件事情，很简单，就是这9个太阳出现的时候呢，文字里面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一个飞进来的。另外一个是被后羿射下来，或者他掉到地上以后呢，文字叫做落为卧胶，说那个东西掉下来，那小太阳掉下来变成好像烧烂的烂泥巴这样。这就是全部的我们的所谓记录里面的，这是后来也许是事后2000年以后的人凭记忆把它写下来。那这个故事上半场我这样去讲，在1994年那一年，天文事件第一名是叫做彗星撞入木星这个大事件的所有科学观测过程。简单的讲，就是在地球上的天文学家在望远镜里面看到某一次不小心看到木星，就是我们太阳系里面最大的那颗行星，附近有绕着一圈一串亮点。有20几个亮点，他们很快的就已经正确判断说这个是一个不小的彗星啊，彗星是很松散的，像雪块一样一个东西，在木星附近两个遭遇被木星等于说是捕捉到了，就会被所谓的潮汐力一整块会吸破掉，变成一大串。那个照片里面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就20几个大大小小一大串。
这个东西你 第二年的时候它又绕回木星的时候，预计就会撞入到木星里去。所以在1994年那一年，那两个月中间，所有的天文望远镜、地面的望远镜都对准了木星去，就真的就看到木星被所谓撞进去了。每一个撞击都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风暴，我们从望远镜里面可以看到那个大气就好像形成了暗点，一些疮疤一样。那个一个大的这个所谓风暴几乎可以跟整个地球这么大。我们把这先摆着。更早以前在木星的最大的那个月亮叫木卫三号嘛，上面也曾经用照相机，就那个太空船飞过去用照相机拍过地面的那些景象，那充满了那个陨石的撞坑，没有错，这一定的。那其中有一批撞坑是呈线状一条，有十几个。当时科学家看到这个觉得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会撞成这样。后来慢慢想通了，一样也是因为一个陨石或者一个彗星体在太接近的时候被吸破掉，被潮汐力吸破掉，所以它撞进去的时候是一连串打下去的，打出一串的撞坑。这个也是一个在天文学上蛮有意思的一个小事件吧。这是讲木星上啊。那我们假如回到地球上，其实大家都可能都知道，100多年前了吧，1908年在西伯利亚大森林里面曾经就是有一个发生一个很大的爆炸事件啊，叫那个小镇的名字叫 Tunguska， 现在认为是彗星体或者是不小的一个陨石砸到那个大森林里面，那所有的几十公里之内所有都烧光光，所有的树都往外倒，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撞击。可是你把这些天文学上我们已经知道的事件哈，你跟这个我们在所谓记录里面看到翼射十日这个事情去做一个对照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像。其实以这样的科学事件来解释的话，当然你就说后羿不射那九个太阳也会掉下来啊，还有一个太阳你去射也不会掉下来啊，所以主角其实不是后羿，主角是那九个小太阳到底是什么啊？因为这些彗星体进入地球空气层里面去那一瞬间啊，也许就几分钟、几十分钟的时间，打下来的时候，它是等于说是超大的流星，它是炙热状态啊，所以在地面其实是当时是感觉到高热，在连云港市郊外有一个自然公园吧，叫桃花涧。桃花涧那个有都是平缓的花岗岩的山丘这样，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岩面啊，当地人叫做将军岩，在岩面上刻出来呢，大大小小的像浮在空中的大气球一样。那个气球呢，上面画了就是一个奇怪的一个形状。然后跟地面有画了一些线把它连接，啊，地面呢又有一大批像喷发状的东西。这个岩画呢，在大陆考古学有一种说法，大概比较容易被接受。我看文献哈，是说这可能是原始人在祭祀五谷的神的一个场所，但是都讲不通，所以大家就把它绰号叫东方天书。我假如说把这个场景一串高热下打下来的陨石吧，彗星破碎这样一个场景，你把它浓缩在一张算是图吧里面，应该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我很希望很期待啊，真的这个就是后羿射十日的整个故事的这个过程，看到的是发亮的小太阳一个一个打下来，这样那打到地面上落为卧胶啊，真的是就是那样嘛。
这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等于说一个启发吧，一个教训吧。哦，这些东西你当作骗小孩子的故事，其实也大家也就是这样，几千年也就是这样嘛。没有人去问说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干嘛发就是编出这样一个无聊的故事嘛。但是你只要重新用现代科学一个角度去重新审视的话，我觉得有很多很值得去深究的事情在里面。这个真的是我这个很大的一个兴趣，就是继续当福尔摩斯，有这么多待解决的题材就在那里，几千年也没人问过。现在有新的知识，怎么样去把它套在一起？刚才这个所谓后羿射日就是一个例子嘛，哈，会讲到天问，我想大家都对天问蛮熟，就是屈原写的那一篇文章，问了100多个问题啊，所有的问题他自己当然也没答案了、啊。那所有的问题就等于说是总结当时，这个是2000多年前当时中原的人，就是老百姓知道的一些神秘的现象汇集起来，那他就非常有科学头脑的用问的方式来把它记录下来。我真的假如说有更高远的志向的话，真的是很想去来一个天答吧，他问我来尝试能够回答多少。譬如说他在天问里面也问过另外一个，那这个倒是在20世纪就已经被等于说现代科学家破解了。提到这个对象不是龙，是一种特别的龙，叫烛龙。烛就是蜡烛的烛。这个在《山海经》里面有记录说，烛龙，当然他们写的人并不知道是什么回事，他只是描述在暗夜北方，很北方的暗夜里面会出现身长千里、发光、彩色的光的龙。这胡说八道啊，哪有这样？可是不是，到20世纪科学慢慢进步以后，我们知道北极光。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般在科幻影视剧里呢，天文大事件总是非常的 drama。那么像小行星撞地球之类的，我想请问科学家，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天文大事件是什么？跟天文事件扯上关系最重大的事件应该就是被打到，就是6000多万年前一个大型的，也许好几公里这样一个陨石砸下来，造成全世界生态的一个大灾难，70%几的生物全部灭绝，包括恐龙。这个事件你说是很古早吗？其实真的不是，因为地球46亿年，这个事件只是6000万年，也就是非常非常近代的事情啊。这个事件的恐怖性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它可以毁灭掉所有的地面的大型生物，甚至我们回头想说，这个哺乳类能够有机会演化出现在我们这样情形，是也就是靠那一次把大型都毁灭光了，我们才有机会啊！这都是历史的教训了啊！那我们就是还是回到说，我们对地球，我们对自己的环境的过去知道的越多，越能知道说我们自己的定位是什么。